除了中央首长调整，地方百里侯也开始备战。台中市长胡志强在今天下午就要宣布竞选连任，他要对上的是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林佳龙。而过了一个年，中台湾蓝选将一个个就位，除了胡志强将会宣布参选之外，彰化县长则由现任的副县长柯承芳出马角逐。至于南投县长参选人林明珍，也已经完成提名，就战斗为止。